NT 是什么意思？在网络用语中 ,NT 是英文 Nice Try 的缩写，意思是好的尝试。常见于竞技类网游中的玩家对话，是在一局比赛失利之后用来安慰队友的词语。另外 ,NT 也是脑瘫的缩写，或者是 Noob Team 的缩写，意思是菜鸟队。在医疗行业中 ,NT 是颈项透明层的缩写，可在妊娠期对胎儿进行胎儿颈项后面透明层的超声扫描，也就是通过超声评估推测胎儿是否患有唐氏综合症和其他染色体异常，以及是否有先心病的超声指标，其通过超声来检测胎儿颈后透明间隙宽窄作为指标。